今天要是有阳光的话会更漂亮，嗯，海水会更透。上面的地大概多少？大概80%。看到的时候大概是80%的。怎么样？你们第一次来看，对不对？兴不兴奋？超常兴奋，值回票价吧？值回哦，我们找的也好辛苦哦。对对，真的非常辛苦。很漂亮，很漂亮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哦，你看，两个一起，你看。超幸运的，你看好多。看，有听到声音了吧？那我们从这个角度看呢，大概4-5点钟方向呢，这个就是龟山岛。我看这个角度看就蛮像乌龟的了哈。没有要看龟山岛了啦，看鱼都来不及了，还看龟山岛。这鱼比较可爱啊。